本来以为找个年纪大的男人，他可以懂我，可以疼我，可以照顾我，可以养我，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。谈恋爱啊，确实应该找个年纪差不多的，差得多啊，总是有代沟，总是误解你的意思。都是成年人了，我被他骗了不止一次两次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哪一句话是真的，哪一句话是假的。两个人在一起，无论是金钱还是事情，就应该共同分担，共同承受。一有事情啊，就分彼此，那还叫谈恋爱吗？我觉得自己特别傻，我真的分不清他到底是爱我还是利用我。我们的爱情真假难分啊！看到这样标题的时候，确实还有一些迷惑哈、啊。这有真有假吗？如何来判断这样的真假呢？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周，46岁，来自湖北，做工程的；女嘉宾小庄，29岁，来自湖北，是一名医药销售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。手里还是那口密码箱，装着是彼此并不知道的一个秘密啊。你们愿意把这个秘密在这个现场公开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你46岁，你29岁，差17岁。嗯，对的。是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啊，是的哈、啊，是紧张吗？有点紧张。为什么紧张？因为我第一次面对这么多观众，所以有点紧张。我看他就是因为亏心。我们编导给的标题叫《我们的爱情是真是假》，这个问题是你问的吗？是的。啊，你觉得你们的爱情是真还是假？我真的是真假难分。他有时候也对我挺好的、但是大部分时候他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。那咱们就说说吧。我们在一起差不多有2年多了，大部分都是我在花钱。你比如说我们吃饭呢、逛街呀、然后看电影呢，都是我在花钱。还有有时候去旅游也是我在掏钱，他说他手机坏了不好用、我又掏钱给他买新的。再后来的话，他说一个男人的有一块像样的手表啊，结果我掏了20000多块钱给他买了一块手表。全是你花的是吧？是的。你花的时候愿意吗，姑娘？其实我心里挺不愿意的、因为现在谈恋爱大部分都是男孩子在花钱、如果要我女孩子花钱的话，我就觉得这个男人不够爱我。但是的话，我当时挺喜欢他的、我又怕他生气。那就是说你花那个钱你还是高兴的、但是的话有一件事我很不满意、他当时在我这里借了4000块钱，说给他的前女友的分手费。我真的很不理解。不是，你是属于有本事的人哈、谈2年恋爱你没出一个字儿，还拿走4000，你可以。我跟你解释一下，就是说我以前刚换工作不久嘛，做工程的，然后垫付了不少钱，要还房贷，要养车啊。然后我不是不愿意为了花钱，确实这个有点紧张。当时我前女友闹分手嘛，她要我分手费10000块钱，然后。当时呢也没有钱，如果没有钱的话，他当我当我大吵大闹了，搞得我不得安宁。于是呢，我当时手头紧，就找了借了4000块钱。我想这4000块钱我也是会还给你的。还了吗？没有。他欠我的不光光是钱。去年的时候，我当时怀孕了，因为我想自己年纪也不小了。而且跟他在一起有那么长时间了。好不容易有了个孩子，我也想把他生下来。他也说当时说要，我一边要上班，一边又要去医院里做各项检查。我当时要他陪我，他总是找各种理由没有时间。我一个人就很辛苦。当时我接工程嘛，做了个大项目，一直没时间。当时医生说孩子有点不稳，需要保胎，然后我要他拿钱回来，他也没有。这个事情我挺恨他的。确实，当时做工程拿点关系啊，前期也垫付了不少钱啊，也确实手头比较紧啊。我就问一下啊，就是你图什么呀？跟他在一起，这么听下来。其实一开始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挺阳光的，第一感觉很好。后来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，慢慢的我也对他付出了真情、也付出了真心。这个孩子怎么样了？后来孩子打了。是你没坚持还是他要求的？还是客观情况不我怀孕的时候我总是发现他聊 QQ 聊微信，然后就调着静音、然后晚上聊的深更半夜。你不是工程很忙吗？忙着陪别人。当时那个女孩子呢，她就说有点跟我公司上面聊得比较开心，然后也比较温柔。后来发现他有一些社会关系、客户资源，他说介绍我认识。然后呢，我就跟他聊得比较开心，我也怕他误会了，所以说呢，就有时候胆气不给他看呐、然后也不给他，所以他也产生一种误会。当时我发现他的衬衣上还有女孩子的头发，还有女孩子的口红印。这样的我解释一下，因为那个女朋友、那个有网友了，他说过生日嘛，就请我去喝酒，我就喝多了，别人把我送到宾馆里面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你是喝多了吗？
你刚刚还说了女朋友，你这就露馅了。不是，当时我们大吵了一架，我以为他会跟这个女人断绝来往，结果没有想到他居然对我提出了分手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那个女的她说我家里就是盖房子嘛，她说给我些钱盖房子，然后我其实也不是真的想和你分手，其实我想只是一个假象做给她看的。当时只是一个假象做给他看。当时他说要给一笔钱我盖房子嘛，我想等钱拿到手后再和他和好，是这个意思。哎，其实我等钱拿到手以后，再跟他和好。对对对对。哎，那女的为什么给你钱呀？那女的她觉得我也挺阳光的，她说我就是你挺阳光的。哎呀，我看你就是不要脸。这姑娘都是戴着墨镜出门，你看。她觉得我这个人是就是那个还是比较有潜力的，就是比较积极向上吧，事业心比较强，然后一直有一种比较正的能量。你如果你是正能量，我愿意一辈子做负能量。那个女的跟你说借钱给你，于是你提出来跟她分手。对对对，是这意思。那个女孩子条件就是要和她分手，然后就是把钱就借给我。打孩子这个事情呢，我解释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经济条件还不是很成熟。我等到有批工程款结下来以后呢，还完房贷了，结了婚再要孩子，我觉得他有点操之过急了。当时孩子都三个月了，是我操之过急吗？我们在一起都快两年了，当时不还是我操之过急吗？你有没有责任心呢？姑娘，说到这儿，我特别想问一句啊，就这你还不离开啊？当时我们确实分手了，可是当我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或者在外面受到伤痛的时候，我又想起他了。不是你外面能受什么伤啊？这还伤得不够啊？因为我一个人在一个城市。好吧，好没好吧。后来两个月以后他又回来找我，又回来求我，天天天天过来接我下班，又来给我送花，又来给我献殷勤，然后又给我买礼物哄我开心。当时我就原谅他了。当时我也是这样的。当时那个女孩子呢，后来那个女孩子借你钱了吗？你都分了手了，你告诉我。对，她找我借了3万块钱。我当时是人家找你借了3万块钱，还是借给你3万块钱啊？他找我借3万块钱，因为他说，有意思啊，他给那个女的骗了。他说他那个弟弟动手术嘛，要3万块钱，然后我就没多想就借给他了。啊，结果呢，他就人间蒸发了，找不到了。我后来发现他也是个骗子。我也这个词用的特好，他也是个骗子，还有谁是个骗子呀？哎呀呀呀！然后您又。然后我就觉得还是感情方面的，我觉得他还是对我最好的，因为他对我这个这么多两年来嘛，一直的对我还是比较真心的。我当时我以为他真的是回心转意了，我以为他真的彻底跟那个女人断绝了来往，我也以为他是真心实意的要回来跟我过日子。后来他说外面工程上要一笔首付款，需要6万块钱，你给了他。我当时我也是想诚心给他跟他一起好好过日子，也希望他拿着这6万块钱去投资，然后生意做好了能够赚到大钱，然后我们能够过上好的日子。借给他了，借给他之后结果他人间蒸发，就没见到人了，然后电话也不接，短信也不回， QQ 微信都联系不上了。我就去他家里找他爸妈，他爸妈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，就是告诉我他是在深圳的一些朋友关系。后来我就通过这些朋友我打电话才知道他在深圳带小孩儿，我压根儿就是，他一直在喜欢我，我觉得对他还是有点愧疚，然后又通过这个栏目呢，然后你是来谢罪的是吧？对，姑娘，问问你，这个男人在你眼里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啊？就有事无事喜欢献殷勤，嗯，但是他其实他心里面就是诚心的要骗我，不仅骗我的钱，还骗我的人。那你为什么被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骗呢？别人也说了。女人在爱情里面智商为零。谁说的？我觉得我当时就是因为陷进去了啊！我就奇怪了，这阳光、正能量，一股清风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来吧，各位老师，交给你们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他们两个人的行为模式是蛮相像的，都是以利益为出发点。在那个短片里边，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这个女生说，原以为年龄大一点的男人就可以照顾我养我。那如果是从这个出发点去找一个男人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本身就不是在找爱情，你就是在找一个钱包。其实老师也不是这样的，如果我要找个钱包，我就会找个有钱人，我就不会去为他花钱了。但是在一开始你反复提到钱的事情，并且你说过给他买东西你是不高兴的，不愿意的，因为女人不应该给男人买东西。赵川问你为什么你还是要买了，你说你怕他生气，
也就是说你担心如果这个礼物你不买的话，这个男人就会走掉了，你前面的投资就打了水漂，你前面的付出是期待着后面有一个更大的回报。同样的行为模式是在这个男生的身上也展现出来，当另外一个女生说我给你钱帮你盖房子，那 OK 我可以把这段结束了，先去开展这个，至于钱拿到手之后是保留这一段呢还是那一段呢，就再做决断，也是以利益为出发点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，你们俩半斤八两吧，两个人都应该各自去检查自己的一个行为模式。然后就是女生刚才有讲过说在外面受很多伤，就又想起这个人来。首先第一，这个人已经让你自己的词伤得体无完肤，那外面还能有怎样的伤能比体无完肤更伤呢？你的回答是我一个人在一个城市里边，那这句话里边我听到的是寂寞孤独，身边一定要有一个活物，也许是一个宠物，可能宠物都会比这个人还好一点，但你需要一个男性的象征存在，哪怕这个象征是一个渣男，这也不是爱情。从你的故事里边我从头到尾都听不到跟爱情有关的东西，这就是我的感受。那男生也是一样的，你从一出场到现在你的身体一直都是倾斜的晃来晃去，你是完全没有一个担当的人，你也不想担当，这就是我看到的和感受到的。我觉得两个人都是骗子啊！原来你是吃脸饭的，至少我在他身上找到了更强的自信。你说你这为这节目你得豁出多少啊？这种人你也比我先跟小张说，你别哭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站在我面前的时候穿得很漂亮，其实形象也很漂亮，但是你皱着你的眉，瘪着你的嘴，佝偻着你的背，任何一个美的女孩，如果你不挺起胸来，不舒展你的眉头，不让你的嘴角向上，你都不可能美。景欣老师，因为我看到那个《甄嬛传》之后，我一直挺崇拜你的。谢谢。景欣，孙老师的老公是什么样的？你最崇拜的应该是他如何找到一个像他那样的老公。那景欣老师，我应该以后跟您学习。您客气。我像您一样阳光，漂亮。谢谢。实际上，你们这刚才我看到的这些事情啊，是一个女孩子如何去判断和寻找自己的终身伴侣的一个过程。我觉得在这个过程，首先你要眼明和心亮。眼明在于你如何去判断他，心亮在于在你遇到任何一个男孩子之前，你要有你的标准。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他可以丑但他要忠诚，或者他可以帅但他必须要有能力，无论是什么样的标准，你心里一定要有这个标准。我觉得他不断的在挑战你的极限，然后你不断的把你的极限往下放往下放往下放，放到你现在站在这个台上这么的自卑。2万块钱手表钱，6万块钱的这个你们家孩子转学的钱，这就8万了，还有4000，这就8万4了。你们那些吃喝拉撒，你这爱吃啊喝，对啊，这些乱七八糟的，你看他多辛苦啊，一个女孩子在外面。我确实有点愧疚，还是蛮喜欢他的，我想他也给我一次机会嘛，然后他也这次可能他就觉得没有给我。你拿什么换这个机会？就是把以前的这个过错啊改掉。我觉得通过这件事，怎么改？我觉得用我的实际行动吧。什么实际行动？实际行动就是我把他的钱还掉嘛。一个男人真的是，你如果能够面对自己的错误，而且能够在这么多人面前愿意坦诚和愿意改变，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。因为这个节目一旦播出，那些你的合作伙伴们、你的亲戚们、你的朋友们都在看，这些人未来都是你社会你周边的所有的眼睛，他们都会监督你。一旦你今天这个节目播出之后你还在背叛他，或者背叛你今天所说的这些话，你可能你的诚信不是失信于一个女生，而是你周边所有的人。我真诚的跟曲总和周先生说一句，男人如果要骗，真的不一定要靠脸，心里别有那个需求。那个需求是什么？叫贪小便宜。其实恋爱当中有很多男生和女生都贪小便宜的，所以就会吃大亏。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一起进入黄金六。我觉得就是说以前呢每次犯错了他都会原谅我，这次呢好像他
不如一如既往的包容我。虽然这是他很死心的，但是我觉得，别人说我像周润发吧，想的他像巩俐，有点明星比较般配。然后我觉得巩俐也说过一句话，这个人生呢短暂，那个将错就错。其实社会上哪个男人不犯错的？社会上这个经济压力这么大，很多男人都为了寻求这个刺激吧。所以我在这里我也表白一下，我确实有一些过错，自己感到非常的愧疚。就是感情这个东西确实不能欺骗，我也是说就是要真诚嘛，就是我真诚对待每一位这个每一件事情。好，谢谢。好嘛，您一个人这一分钟就说完了，谁说人家只长了一张脸？说的也不比你差。两位请交换箱子吧。谢谢你们啊，来两位请。来，请把门关上。接下来五个数吧，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5、4、3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来，人走了。因为我觉得，就是我也挺喜欢的，他肯定对我也死心了，感觉各位老师对我的指点，使我收获很大。我想呢，通过《爱情保卫战》这个节目呢，也对我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受了很多启发吧。就像老师说的，您说的就是我会，把用实际行动来改正这个以前的这个缺点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然后就是说，通过这个节目呢，如果大家有愿意这个跟我交往的朋友，可以去。行了，兄弟，咱就到此为止了，咱就说到这儿吧。通过这个栏目组和我联系。这刚分手，这就来。请回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孙老师，你太善良了吧？他多有自信嘛，承认自己的错误，马上寻找幸福。哎呀，所以我就说啊，这节目办的倒也好。他要去了其他征婚节目，你这都不了解，这么高高帅帅的，又骗好多人啊。对，你就别直接跟他联系了，就跟我们栏目组联系吧。我们就当做一个这个民调统计，我们看看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傻姑娘，啊。无话可说，你看到这儿的时候真是无话可说，跟这样的人也犯不着生气。